请收看《卫星世界》阿弥陀经。十方神地些，大家好早，咱继续过来讲解极乐净土。咱昨昏讲到这里，世界和平的原点，世界要和平，拢爱对咱内心去开发，咱的良心，开发咱的好心，开发咱的善心，世界就会和平。无论是大世界。小世界，心灵的世界，良心、好心、爱心、慈悲心、善良的心，这拢是非常重要、非常重要啊！若是咱一个人，哈，咱不要珍惜咱的迄粒心，不要珍惜咱迄粒好心，咱想尽办法要共骗、共怪、抢人。高人、摸黑人、侮辱人，哈，讲贪、讲夺，等等嘞，咱迄心判给你啊，判给你啊，这是上可怜的人性啊。咱的有形，那就一个僵尸共款，无什么好啊。所以各位啊，咱人拢来世间，咱拢神来转世，魂来转世，菩萨来转世。那么咱大家咧，爱好好啊来珍惜咱的人生，那咧世界都会和平啊，世界都会和平。所以咱大家伫世间短短几十年中间，咱爱学习，也要互相小尊敬，互相小尊重啊。咱伫世间真济不可思议、不可思议的妙法，不可思议、不可思议的烦恼。有够多，有够多啦！我相信大家拢有体验到，无体验到的人，迄个人一定残废，袂晓想的人，才有可能无袂晓体验。所以人伫世间，十行有九行、八行不如人意的，这就是甲咱讲，咱要是人，要是人，才会拄到袂如意的代志啊！所以大家啊，咱今日这好一年来到世间，要出世一遍，咱来世间投胎一遍，拢是为一代事而来，世界和平的任务而来。世界不是甲咱讲咱所讲的世界，是咱内心的世界嘛是啊，内心的世界家己都未和平，逐天想起六大，逐天家己要想。诽谤人，想要骗人，想要怪人，想要拍人，想要抬人，想要抢人。那这你那都无到和平啊！要讲到外面的和平，这根本就骗人诶，无和平诶，无可能诶代志啊！各位是方是一些世界和平是咱每个人本性，是所发露出来诶结果。世界和平是咱每个人本性所发出出来一蕊一蕊开出来大大的莲花啊！那么咱来珍惜珍惜。啊，咱禅机山禅论师，咱自这里成立中国人间净土功德会以后咧，到即摆来已经四五年啊。这四五年中间咧，大家的功德，恁的慈悲。每个月一百块的护持啊，这个会费啊，予咱会当伫大事弘法利生，啊，这是非常的感激感谢各位恁的慈悲，啊，希望更加侪人啊，恁个招恁厝前厝后厝边头尾亲戚朋友会当来参加这个功德会。咱这功德会咧，唔是讲干呐，我哦现在啊，我咧讲这个。已经风水佛学以外咧，咱已经是新的年度咧，哈，咱啊哈开始咧，
有组立爱心团，哈、哦，爱心团呢，用提风水的啊，这个服务免费，免费为什么服务？欢迎咱的结缘，哈、哦，欢迎咱结缘。目前呢，已经有登记，哈、哦，报名来甲各位看，已经200-300户啊，哈、哦，200-300户以上。啊，咱呐有200组的，201组的地主啊。啊，来去甲各位服务。若是有诶，要未派去，要未去的人，恁着看个等者啊，咱一定会去甲恁服务。啊，若是有诶人啊，吼、哦，伊感觉真来家内真正生活陷入瓶颈诶时，要解无多解诶时啊，咱嘛会来希望十方呢会得到支持，哈、啊，会当来甲各位。以上少的钱啊，来上少的经费，甲各位改善，改善着这个咱的客家。只要各国人平安，咱社会就平安；各位那和谐，咱社会就和谐，这非常的重要。那么为服务大众，必须要训练一批啊真有智慧的学员。咱目前呢，学员呢将近3000个，啊，为要得精进，要得学习呢。啊，已经有这个教我读5年、6年的这个地主啊，真多，所以即卖才派出甲各位服务，反应真正好，大家真正欢喜心，我嘛足欢喜，我这地主，大家拢是社会上有地、有工课、有地位的地主，因服从请咧。到家厨房去到各位家庭，甲恁看厝画图，了解倒来，然后改善嘞吼，批嘞，再过甲各位改善。那么安尼嘞，咱是继续咱上好善人，所以咱这里都发爱继续好，继续流传嘞，哈、啊，咱大家共同来学习易经，学易经是保护自己，不伤害他人，什么拖累着别人，然后帮助他人，这嘛是修行嘞。当今在台湾有这么好的妙法，要无第二个这么好的妙法。所以贵国先师王禅都做千团这妙法啦。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啊，咱台湾是确实一个宝岛的国家，咱台湾人确实真正顺。咱台湾人，即个所有的同胞咧，大家拢真爱心。咱也希望咱爱心继续搁流传落，叫做祖德流芳啊。古早人甲咱传下一个法律，留这个德，留这个名法律，予咱后代人凭着正好的芬芳，正好的法喜。所以贵国主啊，贵国先师。一心法在台湾，这20多年以来啊，哈，救助无量无限的家庭，帮助因的事业，帮助因的家庭和谐，帮助因的身体，帮助因的囡仔，大家得到圆满和谐是无价之宝。所以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哈交代啊，啊一定将妙法传予世间。普扬在世间，只有真正不可思议、不可思议的妙法啦、啊，叫做地基。怎样？咱的因缘，所以咱地基者，地因果。咱人上惊犯了因果的问题。若是一个人糊里糊涂，感觉认为我家己真牛，结果事业做到无啥啥，甲亲戚朋友拖一大堆，拖到外国去拖的时啊，你才来讲，哎呦，我唔对呀！唔对，人把人走去跳楼，或者跳去自杀了，有诶家庭生活未当过啊。那么何苦来知呢？你讲我都唔知，唔知哎，学嘛，无智慧嘛，唔好控股，唔好教我。所以咱伫台湾啊，这几年来一直的弘法利生，到处开班。好、啊，这暗时拢咧开班，这咱叫法师有够辛苦的呢。啊、哦，各位就哦，暗时啊，艰苦，法师逐工都有课，逐工都爱上，咱一礼拜上一工尔呢，啊，一工来学一个妙法，会当好保护自己，不伤害他人，不作恶业，不做恶业，这不可思议的妙法，咱不要爱，我感觉足可惜的，真可惜啊，可惜的人生。
啊，妙法难得有啊，难止语啊，定难得去度着。啊，妙法出世间啊，咱众生爱把握；妙法出世间啊，咱努力去勤学。所以现在呢，一经弘誓的妙法，一经心法，在台湾的普遍的弘扬。哈，咱希望各位啊，咱有缘的人，咱大家共同来学习。所以咱要通往一条心安的路，只有一条一经这条路，无第二条路。因为你其他法，你唔知啊是是非，唔知对还唔对嘛？只有一经这条路。通往成功失败之路就是易经，你要通往成功之路嘛易经，通往失败之路嘛易经。那么，让你了解到要通往哪一条路，要安尼行哪一条路，只有易经一条路，无第二条啊。若是我老师咧，传法这么年，那若是有错误的时啊，早上天无用阮我，搁传这个道，传这个法。所以咱大家爱了解，古圣先贤呐，哈，尤其伫战国时代上大一大智慧者，归国主，咱咧现在伫头前即法相与法相，归国先师、归国主，一传一妙法，啊，所传真济真济妙法啦，目前伫台湾呢，归国主心法在台湾呢，咱拢无去地觉的，咱拢唔知影，认为安尼尔，事实。贵国主的妙法，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啊！贵国主叫咱爱知己，哈、哦，叫咱爱知己，啊，咱知己啦，咱爱要知己，知己自乐则无忧啊，知己自乐约束自己啊，则无忧啊。你要安怎来约束自己呢？我请问。为什么方法会当了解我？我这件工作该做不该做，该为不该为呢？你知无？问算命，有当时算命呢，哈嘛不一定会达成你的愿望啊。你问神嘛不一定问到神啊，神伊嘛天天大地大，但是伊做啊。只有自己将恁内在的宝贝、内心的宝贝摕开用，叫做易经啊，通往大慈大悲的彼岸。一条路叫做易经啊，通往大慈大悲内在心灵智慧的彼岸，内在心灵的彼岸为易经啊，为易经。所以各位啊，咱大家来学易经，做人处处会安心。大家来学易经呢，事业会顺心；大家学易经呢，哈，一家圆满一条心；大家学易经呢，客户中间特别互相一起心，大家学易经啊，咱心灵都一清净了啦。大家学易经呢，天下会太平啊，世界会和平。所以咱来世间是为一代一年而来，世界和平，天下太平啊！咱来世间体验着人生的宝典。体验人生的宝贵，体验人生的欢喜啊！所以大家来学易经，咱天下一定太平。大家若有时间认真来学易经的时，咱会当家来会平和，家来会舒适，会顺心，会祥和啊！各位十方善知识，西方极乐世界的宝藏，取之不尽啊，用不完，用不了。心念一出来，法喜就充满。西方极乐世界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的功德，讲讲不了，讲十劫一千万年，要讲不了。那么咱娑婆世界世间。不可思议嘛，足济足济啊！你了冷冷静静，想看嘛来嘛？我自恭敬以来，咱真济十方善信大德，哈、啊！恁当着是啊，老师啊，我过去的观念真济错误去啊！我听了以后，我才去认识着家己啊！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啊！
过去我行行遐遐，目睭唔敢闭紧，天光目睭我看唔着诶，足惊看着日头光，足惊看着今日，啊，夜晚要困，足惊明仔载会天光啊。咱家的信徒哈，拢有这个感想，所以这种不可思议的烦恼，不可思议的烦恼啊。那么，自咱接受这节目以后咧，这时段以后咧，不可思议的欢喜，不可思议的欢喜，拢走出来。所以啊，咱大家爱会记得，人生是宝贵，人心是搁较宝贵。人心的宝贵，爱安心，心未安静，咱一定充满着惊吓，充满着苦恼。人心未安静，咱就颠倒梦想，有跨界，有恐怖。所以，咱一条安心之路，对外面通往内底，哈，一条安详的心，这条路。知道不？易经，易经。所以，咱成立这个爱心团以来啦，服务遐尼济有缘的人，各位免客气。啊，你来服务，有机会和阮爱心团这团员甲你服务啊，咱啊真正感谢上天，感谢老祖的牵引。哈、啊，咱甲各位一定有生生世世真深的缘分。各位，恁若敲电话来，先律师啊，咱在台中道场，先律师功德会的时，哈、啊，咱派人去一定识别证，哈、啊，穿的有发福，色都朴色的，哈、啊，会发福，啊，而且呢，加一粒纽啊，啊，先律天八卦的纽啊，哈、啊，这里嘞吼，先律天八卦就纽啊。啊，衫裤完全色无共款尔，大家看这皮包，三个人开咧，真正有礼貌，甲各位家庭为各位服务。因为我派出去，甲各位生生世世一定有真深好的善缘啦，所以各位你放心。咱伫世间真侪妙法，咱爱共同来检讨、学习中间改善，然后将咱的烦恼改除掉呀。所以，咱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啊，这就是先佛寺的功德会。哈、哦，咱爱心团服务扬提风水啊，那么免费为十方来服务，欢迎咱结缘。电话呀，04-2472-7757，04-2472-7757，台北呢02-2683-7265，02-2683-7265，这些电话啊。咱只有一个建立在心安的状态之下，咱才有法度成就，咱才有法度到佛净土、到佛国。咱心若不安，者根本就无可能到佛国去呀。世间业力牵掉的，所以咱若伫修行的人，要念佛的人上好。但是咧，念佛中间咧是有时有阵，世间的生活嘛继续爱做。那么究竟爱做不该为咧，清清楚楚。你若讲啊，我顺其自然，拖累别人一大堆的事，迄都咪顺其自然啦，迄违背自然。咱来世间，唔是要推拖累别人诶啊！咱啊，我修行，我认真念佛，认真拜佛，哎咧，结果拖累几大堆诶，顺其自然，违背自然啦，这种人非常诶多。你要找教了啦，易经、正法、读易经，你才会了解。哦，所以咱真侪弟子啊，减少失败。哦，建立成功的未来，作者。今日我这不是在广告，广告无啥内容，只是将妙法讲给大家知啊。你要学的人，用共同来学习，因为世间的妙法，圣贤所留的妙法，哈、哦，咱拢是爱好好去把握啊，我把握，这有真的不可思议。当咱心安的时啊，咱有不可思议发起出来；当咱心安的时啊，咱有不可思议的智慧造出来。有智慧，心安；有智慧的时，咱事业才有成功的一天。咱若心不安，拖累一大堆，惊惊吓吓，心不安呢？哈、哦，你讲要有啥成就？要成就佛果位啊？这是根本都无可能。代志啊，希望各位大家共同来经家家户户的安心。时间的关系，到这段落。